坐好，刚上车的乘客请往里走，没卡乘客请投币。前方到站是展览路。The next stop is 展览路。在17日晚上的8点多，在这边的幺三零路上，是一个跟随的SM4的电脑分析有点不是很清楚，但是它那个机器人是比较重要的，机器人是很重要的。